高雄冈山羊肉节今天登场，现场除了各式的羊肉料理之外，更制作了长达100公尺的羊肉卷，要来挑战世界纪录。戴着口罩，一字排开，还忙着在卷饼内塞入馅料。这个特殊的场景，原来是在高雄举办的冈山羊肉节。为了推广羊肉，动员了数百名餐饮系的学生，制作长达100公尺的羊肉卷，要打破今世世界纪录。这个蛋皮就是蛋白跟蜂蜜下去做的，而且呢，要用羊腱都是用那个用了。刚沾了豆瓣酱去卤肉了，所以这很好吃。欢迎大家来品尝，欢迎大家来高雄玩，欢迎大家来凤山玩。破世界纪录的羊肉卷一共使用了150公斤的食材，包括番茄、罗曼、木素芽、小黄瓜等，更加入了冈山的在地三宝羊肉、蜂蜜和豆瓣酱，可以说是新式的创意道地美食。政府很多我们在地的厨师，大家共同的创意，非常好吃，非常成功。那我们希望这是冈山的传统。冈山的特色，我们希望这个特色活动能够吸引更多人能够到我们高雄冈山来旅游。民众大排长龙，等着尝一口这世界最长的羊肉卷饼。冈山羊肉闻名全国，借着节庆不止推广美食，也顺便推销了观光。联合报林宝光高雄报道。